都睡不着。慈济照顾户吴志强瘫痪在床13年，相依为命的妈妈也已经70岁，要搬家，让吴志强很烦恼。怕找不到啊，现在很难找屋子啊，很久了都开始说那屋子卖掉了，就开始担心找不到啊。因为母亲的年纪也在70岁了，然后孩子在这个方面行动都不方便，因为有淋巴的 cancer 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就会主动来跟案主一起要求一起搬家。体恤母子俩无能为力，马六甲慈济志工动员17人来帮忙，就连印裔同胞也来协助。saya mau bantu duit saya tera ini macam juga tapi ini cara bikin saya banyak suka saya banyak happy。家具一一就定位，来到新家，母子两人终于放下心头大石。现在搬过来了，我们就安心了，感觉很高兴，因为很多人来帮我，有很多有心人来帮我，心好像稳定了。爱一直都在，志工不止帮助吴志强母子搬家，未来也会继续关心他们的生活。大爱新闻饶舆论邓凯生，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。